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是周洋。今天我非常开心的，我终于拿到了这个期待已久的 Man Plus， 也就是倍立健啊。这是一款专门为男性量身定做的，在亚太地区首发的德国产品啊。那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个产品。首先呢，用这个产品呢，它需要用五克啊。一天五克，每次五克，一天一次或者两次，所以呢，然后把这五克加进150毫升的水。我这边有个刻度，刻度上面有150毫升的，这是一个凉水啊。那么我们现在先打开这个啊啊，那么它就是跟一般的包装一样，我们先把这张膜给拿掉啊。我们现在用力把这个膜，打开了啊。那这个呢，首先我们看到的颜色，它的颜色呢有一点点紫色的味道哈，有点紫色的味道。那么，因为它没有里面没有带那个勺子哈，我们看一下，它这里面没有带那个小勺，那么怎么办呢？我们就用这个。小红，我们常见的这个小红，这小红里面呢有一个勺子，好，我们就用它的勺子。我大概计算了一下，就是如果用这个勺子呢，这个勺子三平勺大概就是五克，所以就是你看哈，我把它弄来，这样一勺，两勺。三平勺，这三勺呢，就是相当于我们这个五克的用量了。好，我们再把它搅拌一下，搅拌一下。记得这个搅拌的是要用塑料的或者木头的，绝对不能用铁的，因为所有的这个德国 PM 产品呢。都是有氧化剂的，所以它很容易氧化。好，现在大家看到这一杯呢是深红色的、暗红色的，很像是红枣的颜色啊，红枣的颜色。它喝起来味道有点像山楂。稍微有那么一点点涩的感觉，但是总体来说很像是山楂片的感觉。这个产品呢，在刚开始用的时候，我们可以一天两次，每次五克，也就是三小勺。用了一个月以后，如果明显的感觉到这个产品在起作用了，我们可以把它降下来，降到每天一次哈。它的味道还是很不错的，虽然有一点点涩涩的味道。但是我觉得，个人觉得跟那个山楂片的味道像极了。喝完了哈，这是第一次。今天是3月16号，我第一次使用这个亚洲的这个德国 PM International Man 加，也是倍立健啊。那我们仔细看一下这个产品了哈，这个产品其实它叫蛮家，它主用什么？有藏红花，然后有红参、苹果、葡萄啊。那么这些元素呢，总的来说就是增加我们的气量啊，还有我们的这个活血啊。其实不管男人或女人。都可以用这个，因为它主要的作用还是用活血、元气啊。
根据第一个测试小组的报告，也就是说，这个产品在用了4个星期以后，72%的人都会感觉到明显的体力、精力方面的增加，所以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我期待看到它很好的效果。Man 酱，Man Plus。